是金川，我们再会。市面上的配方奶粉主要以牛奶为主，素食者则可以选择豆奶配方。不过全国第一个羊奶配方奶粉品牌 Carry Home 就积极推广羊奶选项，希望用品质打动消费者。其实从乳源的收集呢，就进行了严格的把关，所以从他收集的那每一地的羊乳呢，都有经过了品质的保障。纽西兰的夏天呢，阳光充足，冬天呢气候温和，所以那边所成长出来的羊呢，他们都长得特别肥壮，所以而且它们分辨出来的乳汁呢，既营养又纯净。羊奶的天然营养成分，例如维他命 A 和维他命 B6 比牛奶高，天然营养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而羊奶的脂肪球也比较小，更加容易消化。 Carry Home 配方羊奶也含有提高免疫力的 C 和维生素 E， 有助于降低细菌感染的风险。羊奶它也富含了可以增加免疫力的核苷酸跟唾液酸，由于孩子们呢，他们的免疫力系统未加成熟，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周围的细菌感染，因此呢，他们就需要靠额外的补食品来增加他们的免疫力系统。Carry Home 羊奶粉适合7岁以上的人饮用，当中的天然钙质有助于增加骨骼密度，而且温水、冷水冲泡都没问题，要外出携带十分便利。有关产品已经在超过27个国家发售。欲知详情，可浏览荧幕上的通讯方式。